韩思欣的这套自由操已经顺利的表演结束了，可以说这套动作让我们感受到了谭思欣这个小姑娘刚柔相济的一面。节目的一开始和最后呢，都是比较有气势，相对来说节奏要稍微快一点的音乐。好，各位观众，这样刚刚我们已经共同关注了这一次青年奥运会女子全能项目的资格赛，现在资格赛已经全部结束了，谭思欣在资格赛里面排在第一位，顺利的进入到了决赛，第二和第三位的分别来自罗马尼亚和荷兰，